头盔拿下来扣好，哎，车子挂在右边的车把上面。好，挤掉，挤掉来，挤掉，挤掉来，挤掉。 希望的不是只有他们未来谋生，而是家长要协助他们，真正生活。所以我们这个环岛的过程，有几个孩子，我们训练他们祈福，然后怎么样去应对，怎么样去陪伴，经过陪伴能够完成这个环岛的这个过程。因为毕竟能够参加环岛的哈，那个能力哈，体能都不错，只是呢，他们对于路况辨识哈有困难。 前进了。